算卦，算卦，算婚姻，算财运。哎，小姑娘，你算一卦不？算就算吧。小姑娘，从你这面相来看，你是个大富大贵之人。拉倒吧，大啥富贵，到现在都没对象呢，单身。这么一说，贵族之人啊。你可别扯，贵啥族啊，我这脚气啊好几年了。我说这个族不是这个族，是单身贵族。那大师啊，你给我算算呗，你说我都38了还没有对象，我啥时候能找到对象啊？生辰八字报一下。大年30晚上11点。哎，挺热闹啊。到你40岁的时候，我就要结婚啦。不是不是，还单身。那我啥时候能结婚呀？等你50岁的时候，我就要结婚啦。你就死心了？那你的意思就是我40岁了结不了婚，50岁还结不了婚，我就死心了呗，不找对象了呗？对，看清了一切了。也是，到50岁我确实该死心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还没给钱呢。什么钱啊？算卦钱啊。你也没说要钱啊。那你也没问我要不要钱啊。没钱。我跟你说，这算完卦不给钱，日后必倒大霉。那我现在没钱啊。你没钱，你回家取去啊。我家里也没钱啊。那你啥时候有钱啊？我得把我们家那个小猪仔卖了才有钱。那你啥时候卖啊？得等我们家老母猪生了才有小猪仔啊。那你家老母猪啥时候生啊？我得等我有钱了买个老母猪它才能生啊。那你什么时候买老母猪啊？得等我有钱了买个老母猪，然后呢等它怀孕生了小猪仔，我把小猪仔卖了才有钱给你啊。哎，你给我扯淡啊，我送你4个字，赶紧给我滚犊子。这是7个字啊，大师。滚。哎呦我的妈。